共饮杯中酒，身在脚旁全都是熟手，眼压过四周，谁盼我压轴，此时无声屏息不可漏，东穿西方人间才消瘦，苦恋时机才值待这时候，戒指悬不知道，胜一筹。悠闲的时候很可爱，认真的时候又迷人，我可真有眼光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无妨无妨。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香啊？哎呀，是啊，好香啊！这是什么？九只羊肉。奇怪，今日的九只羊肉没有了那日浓浓的酒香，反倒是多了一股淡淡的果香。还不是你不胜酒力，再让你吃下去，我怕是不能做君子了。这君子不做也罢。被查封了。哎，于师姐。你想什么呢？就算不做君子，也不能做禽兽啊！查封啊？怎么回事？是我们救人的红月月房，怎么被查封了？哎，这位仁兄啊，这个月房怎么被查封了呀？你说这个呀？听说有个月人跑出来被救，被太常四卿知道了，一调查。发现是间黑月房，就被封了。哦，我们救了那名月人，黑月房也被查封了，那应该也算是我们的功劳吧？真没想到啊，我们一个小小的举动，竟然救了一整个月房的月人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只不过真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月人，可惜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。不如以后我们探店都在这种平民月房附近，再有底层月人被欺负，我们可以出手相助。嗯，目前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走吧。恭喜郎君。恭喜我什么？
多大的人了，还毛毛躁躁，还知道回来呀？我看是得找个人好好管管你了。这世上能管住我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嗯，不对，出生了。满口胡言。那尚书令的女儿总能管得住你吧？尚书令的女儿？尚书令的女儿林兰兰，你们少时一起在宫中跟管事学礼仪。方才尚书令派人来家中说媒，说他女儿自打学堂一别，就对你念念不忘。学堂那么多权贵子弟，谁记得谁是谁啊？爹，您别乱点鸳鸯谱。你整日游手好闲，这尚书令的女儿能看上你，是你小子的福气。爹，您能不能别总门缝里看人啊？我最近可是干了件大事儿。你能干什么大事？你不给我惹祸就烧高香了。记得我前几日救下那个乐人吗？嗯，他被黑月坊拐了。我救下他之后，接着被太常寺的卫公知道了。这不，三日前他去喝酒，发现不对，立刻给查封了。你是说，三日前魏哲去乐坊喝酒？对啊，魏哲。是啊。所以说，爹，您别总认为我不务正业，我心里有数。等哪一天我干出来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让您老高兴高兴。老爷，怎么样了？属下查探过了，是太常寺心血来潮去了平民乐坊喝酒，所以才碰到了右教坊的陆郎君和左教坊的苏郎君。他们也在那儿？是，听说好像是为了一个平民女子入教坊的事。太常寺查了那乐人的乐籍，发现竟是官户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太常寺发现乐坊拐卖乐人，就给封了。那日我约魏哲谈事，他却借故告假，怎么会去了乐坊喝酒？那他和陆景年又有何干系？难道陆景年不死心，依旧要取消官户特权？还是说这魏哲另有盘算？找两个得力之人盯着魏哲。是。这人呢？人呢？这走。我知道你穷，却也不至于每次都约到这穷乡僻壤啊。若不找一个避人之地，那魏大人对我的处处针对，岂不怕被人洞悉吗？他也是隐藏不了多久了。我让人盯上了。谁？苏宗臣的人，还是内教坊？未可知。不过我总觉得隐隐的危险就在身边。实在抱歉，原本你也不用走这一趟浑水的，是我牵累了你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当初要取消官户特权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主意。都走到这个地步了，怎么？你想自己独揽功劳？没那么容易。你我皆知，如今朝堂之上满是权贵，你我这么做无疑是在掘他们的坟墓。可这每一铲泥都洒在了我们身上，也不知道最后埋葬的是他们还是我们。当初
我接替你太常寺卿一职，本想着能在上元面圣仪式上出力，可如今上元节大小事务皆由教方使主理，我太常寺只能配合。魏兄做的已经够多了，那些假乐器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一张都做不出来。做假乐器倒是不难，不过陆郎君，下次要再做，你可否提前一些啊？临时让生金拉我去黑教坊救火，我都担心做得太过粗糙，演砸了。事发突然，保证仅此一次。哎，不过这地儿倒也不错，山清水秀，能让人看清世间事啊。我们此举凶险，稍有不慎，则满盘皆输。身边的人和事，确实要看清。圣金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是咱们上元节制胜的法宝。我们日日练习，还需要什么法宝呀？当然需要啊！哎，练习有时限，精神无界限嘛，对吧？这是我用心准备，为你们加油打气的。全力以赴，冲刺巅峰。啊！人心齐，泰山移，争十分，创佳绩。哎，勇者制胜，无限可能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再次感受到一种十足的干劲？冲冲冲！我们要罢工。怎么了？听得我脑瓜子嗡嗡的，有点受不了。你看我干嘛？遴选将至，关于曲目你有什么想法？遴选的曲目不早已编排好了吗？可遴选节目大多大同小异，郎君打算如何脱颖而出？你是又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吗？我觉得推陈出新才能制胜。乐团演奏不仅是一场听觉盛宴，还要是一场全方位立体的展示。等等，你说的这些我从未耳闻。我的意思就是要有特色。当然，我们条件有限，但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条件里做出无限的可能。比如，演奏曲子背景可以设定，服装可以根据背景进行更换，乐团的站位也可以进行调整，让更具鲜明特色的乐人突出优势。你指的是？宋傲晴的琴筝别具一格，而且她的个人气质也颇具风情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她代替燃起的位置排在前面，突出特色，吸引人眼球。况且心高气傲之人，大多抗压性颇强。不行，我们乐团向来以技术见长，弹奏的水准是唯一的指标，无需再多加花哨的赘饰。可是好的商品，也要有亮点才能让人印象深刻啊。酒巷不怕巷子深。那不这样，我们按照各自的想法，分别带一批人进行比试，然后让教坊内所有人，包括婢女小厮在内，进行评比，谁赢了就听谁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没错，这次的主持又是我。各位宾客，各位亲朋，欢迎大家来到右教坊团队比拼大赛的现场。本次大赛的规矩是，在场的每一位都能参与投票，票高者获胜。首先要登台的是我们陆郎君的绕梁三日队，掌声！
郎君音乐造诣果然非同凡响。姑娘承让。哼，我们队伍还没上场，陆郎君是觉得自己一定会赢。那就期待姑娘的演出吧。接下来是李姑娘的乘风破浪队。神曲在任何地方都会令人叹为观止，再有颇具设计感的舞台互动加持，必定无人能挡。对不住了，陆郎君，输给此曲，虽败犹荣。结束，请投票。最终获胜者是李姑娘的乘风破浪队。陆郎君觉得表演如何？心悦诚服。小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在脑中想象，如果今天合奏会是什么效果。小姐，你比拼了一天，你不累啊？当然不会累啊。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合奏，我在和当今世上顶尖的乐人共弹一曲，只会觉得意犹未尽。从前我总以为，什么流行乐曲、西洋乐曲是更受人喜爱、更能走入人心的。可是今日我才发现，我们的传统乐曲确实有着千年沉淀的底气，有些东西必须继承。小姐，你说的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？以前我也不太懂。我
或许只有身临其境，才能切身感受。小姐，陆郎君的曲艺造诣可是上京首屈一指的，你连他都赢了，我真的越来越佩服你了。你有没有学过太极？没有，就是四两拨千斤，一巧取胜。陆景年的曲谱、乐器、乐人的配置都恰到好处，可以说是一场无懈可击的表演。但是今日评比的都是幽教坊的艺人，对于他这一套早就司空见惯了。虽然无懈可击，但是毫无新意，我就是钻了这个空才去胜的。可上元演出光靠新意能行吗？当然不行，我有新意，他有实力，合作才能共赢。合作？小姐，你刚在众目睽睽之下赢了陆郎君，他会答应与你合作吗？而且你不是还要与他成亲吗？这不是把他越推越远了？有些事情因人而异。你看我们陆郎君，他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对于他这样的人，需要的一定不是顺从的人，而是一个与他势均力敌的人。一旦获得他的认可，他就会自动送上门了。信不信我们打个赌，看看陆景年会不会自动送上门？我不信。郎君绕着花园两圈了，若是想称赞我，尽管直言，我全盘接受。姑娘倒是不会谦逊。那是，我的成绩有目共睹。确实让人耳目一新，陆某佩服。宋姑娘跟冉琪的部分调配之后，确实更加突出了。只不过她之前负责的低音浑厚，如今强行抬升曲调，恐怕会有一些突兀。那郎君打算如何？我会重新调整冉琪与宋姑娘负责的部分，将你的新想法融合进去，兼顾技艺与心意。你是打算和我合作？是。那我的条件可是很多的。但说无妨。熬夜做方案的时候，青丘又要照顾我饮食起居，还要帮我做夜宵，还得帮我查资料，他一个人属实是忙不过来。那我为姑娘增添人手。可他人办事我实在是不放心，毕竟上元节很重要。那陆某仅听姑娘的吩咐。
见过太史长嗣，见过教方士。遴选在即，各州郡教方的乐团都已抵达京城。今日邀诸位前来，有两件事要交代。其一，此次遴选的地点为左教坊。其二，各州郡教坊虽都归太常寺主理，可各地的规矩自是有所不同。如今诸位来到天子脚下，便要守着京城的规矩，管理好各自教坊的乐人，不可生出事端。谨听太常寺吩咐。教坊使可有补充啊？太常寺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谨记。诸位来到京城，有不便之处，皆可来此，我定派人安排妥当。多谢教坊使。那诸位，我们就遴选当日见。恭送太常寺，恭送教坊使。大家留步，诸位出来京城。这是我左教坊和内教坊备的一份薄礼，多谢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啊。玲珑斋，我听闻这家的点心京城闻名，连皇宫的御厨都比不了啊。苏兄和李兄真是有心了，感激不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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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小心意，大家不必客气。我苏某随身无常物，却也知道要尽地主之谊。呀，我们景年兄难道没有准备吗？右教坊最近繁忙，实在没有办法顾及全面。诸位，抱歉。玲珑斋的糕点昂贵，景年兄怕是舍不得吧？这一份，你就拿去好好品尝吧。那就多谢宗臣兄好意了。李姑娘，冉起，怎么了？我知道陆郎君把乐团的事情都交给你来处理，你可不可以让我回到原来的位置？那苏傲卿不过来了几日，他为什么可以占我的位置？冉起，一个乐团的站位呢，不只是看资历，还得看整体的策划和编排。那苏傲卿能做的我也能做，他的水平不见得在我之上。冉起，你知道此次参与遴选的队伍有多少吗？我们要想脱颖而出，单凭实力这种常规出牌，胜算真的不高。而且我们抽签的结果是在后面出场，那个时候评委们都听疲惫了，所以很有可能就此错失机会。我们呢，必须得突出特色。冉起，我知道你很委屈，但我们是一个整体啊，而且我们的共同目标不就是通过遴选，对吧？冉起来找过我了，他说想要换回从前的位置。你一定拒绝他了吧？为了遴选，没办法，但是确实委屈冉起了。等遴选结束过后，时间充裕些，我再想一个完备的方案，让大家不留遗憾。我记得冉琪最喜欢萤火虫，我明日就让生金去抓满100只，让他观赏。不愧是你啊，陆郎君，从来不让任何一个女孩伤心。终于见你笑了，出神了一个晚上，怎么，是在担心明日的遴选？成败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吧。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稳定发挥，遴选肯定没问题。更何况金石为开，你要做的上天都看得见。
那我先回去准备了。嗯，对了，玲珑斋的点心很好吃，我能带过去做加班宵夜吗？好啊。里面请。二位，里面请。我要是出错了怎么办呀？小柳，你休息吧。哎呀，别紧张。哎呦，没事，就像我们平时一样就行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可能就是早上空腹吃了点糕点，然后胃有点不舒服。我从来没有接触这种大场面。要不你喝点胡麻粥吧，养胃。那你呢？我没事儿，我吃点胡饼就行。哎，心儿呢？哦，心儿在那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我也觉得这儿有点问题。嗯，你帮我也调一下呗。你自己不是会调吗？不是，我感觉我那……心儿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。听我的，我帮你。来，面糕，太好了，我刚好没用早膳呢。哎，你先带上，一会儿我们路上吃。我们？啊。我要去跟李姐姐同车，你跟陆郎君同车吧。啊。别紧张，全力以赴就好。多吃点，吃饱了有力气吹。年年，有件事我必须提前跟你说，过了遴选之后，你必须给心儿放几天假。为了上元节，心儿都累瘦了。教坊所有人都在为上元节而努力。李姑娘是乐团主位，要说累，也是她最累。那能一样吗？你的李姑娘天生就瘦，鸡骨架一个。我们心儿原本就圆润。你说谁鸡骨架？我自己，说我自己总行了吧？瞧那小气的样。什么叫我的李姑娘？我跟她素来只是同僚关系，绝无其他。算了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团建那日你俩就眉来眼去。心儿姑娘，你心态可真好，我紧张的手都出汗了。哎呀，遴选过不过，压力都在东家身上。我们就一普通乐人，东家让上台我们就上台，东家让弹琴我们就弹琴，其他的我们也管不着。嗯，好吃。哎，李姐姐，你要不要尝？李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你不舒服吗？小姐怎么了？李姐姐，李姐姐，小姐，李姐姐，李姐姐，小姐，快停车，快停车！小姐，李姐姐，你怎么了？陈军，怎么了？郎君不好了，李姑娘出事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李姐姐，她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这样了。她过去可有什么其他的旧患和疾病？没有，一直都好好的，小姐，李姐姐，嫂嫂，李姑娘怎么会突然病成这样？不能再耽搁了，掉头去最近的医馆。掉头？哎，郎君，遴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此时回去，怕是会误了时辰啊。是啊，郎君，李姑娘若是身体不适，我们可以派人将她送去医馆。你要是亲自回去，那我们就错过遴选了呀。对啊，是啊。她不是身体不适，而是危在旦夕。你们先去准备遴选，石金，备马。郎君，你要干什么？马车行进太慢了，骑马快一些。好，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啊？李姐姐，郎君，静，郎君，静，李姑娘可别有事儿啊！静，哎，
那不是陆郎君吗？是啊，平日里都是泰山不移前而色不变，怎么今日如此慌张啊？是啊。哎，他怀里怎么还抱个姑娘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医官在吗？这姑娘怎么了？不清楚，行至半路突然口吐鲜血，唇色发紫，面色干红，似是中毒迹象，快随我来吧。小心点。教坊使，今年参加遴选的较去年多了近十支州郡教坊，竞争十分激烈。不错，今天上元节，圣人决定邀请邻国使团和乐团前来参与，声势格外浩大，所以各地教坊也是朝前夕替，都想要到圣前一展风采啊。如此看来，我们京城的三大教坊压力甚大呀。哎，有压力才有前进的动力，况且参与遴选的教坊越多，可供我们选择的就越多，这样即便偶遇有团队发挥失常或其他意外，我们也有能立刻替换的，这是好事啊。啊，教坊使说的是。强队众多，也不知陆景年那边准备得如何。年年，丽姐姐，小姐。遇到洛奎银针后，血色变黑，果然是中了剧毒。中毒？李姐姐她怎么会中毒啊？医官，快把她扶起来。淤血上涌，恐阻塞呼吸。毒素进入血脉后，会引发脏腑受损，从而导致喘症，阻碍气息。稍后我在他的天突穴再行几针，应该会有所缓解。劳烦了。医官，小姐的三餐起居皆由我照料，从未加手于人，她不可能会中毒啊。具体所中何毒，目前无法确定啊，需要姑娘的血液通过测验才能知晓，但从她的唇色来看，应该是毒从口入。医官，他方才唇色紫红，现在为什么变得如此苍白？来，两位姑娘，你们搀扶一下。好。郎君，随我来。年年，方才我为李姑娘诊脉，发现其脉在筋骨之间节律不调，止而复作，此乃雀浊脉，乃七种怪脉之一。医官，我们都听不懂这些，您能不能讲得直白点？这怪脉也叫绝脉，死脉。死脉？那小狐狸岂不是？可有解救的办法？毒发使得寒邪入侵，冻损脏腑，所以若将其放入高温的药室之内，再服以草药熏蒸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只是恳请医官鼎力相救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多少银两，我陆某人在所不辞。陆郎君，您误会了，我所犹疑的并不是救人的花费，而是辅助熏蒸的草药。斑折花是一种毒药。毒药？这用毒药救人？斑折花虽毒，但性热，乃所有草药中炙热的一味。李姑娘身中剧毒，脏腑寒凉，用斑折花以热温凉，以毒攻毒，此乃上乘之举。只是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恐无法独自入室熏蒸啊。医官的意思是，需要一个人陪同在侧。熏蒸需要数个时辰，且不能中断，他的喘症可能随时复发，独自入室恐危及生命，
可若将一常人置于班哲花的蒸汽之中，再辅以药石高温，又恐对其身体造成损伤啊。我陪他。郎君，年年，你医官，我来做那个陪同之人，其他的事全权交由医官安排，越快越好。此举凶险呐，郎君可要想好啊。能甘心为一人设想，也是幸事。好，在入室熏蒸之前，我先为他施以银针，放出体内的毒血，以减轻脏腑的疼痛。有劳医官。好了，我去准备了。时光何时再记起？